我不敢自信，我不敢自信，这是我不敢自信，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。各位，现在时间呢是2点多，我其实还蛮想再多睡一点，可是没办法。3点的时候，老皮说他要测试 Rainbow Six 的线上的对战啊，还有 OB 系统，所以我可能会3点的时候就要回去做帮忙一下。而现在，昨天我晚上要回去的时候，看到这里的点数是90几，而且还没有出卡片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点数。我不是讲说这一次打卡的 sweet 点大概是90到60几吧，60后面其实洗底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大了。现在想要说，就靠趁着这段时间赶快过来刷看看会不会有好东西。毛哥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来去做奋战，我们现在就在这边打看看会不会遇到4星的卡片吧。你是从6弹加入的新手是吗？我是从8弹加入的新手。是啊，对，来决定队伍。哇塞，那入门的时间好像有点晚了一些。就是看你影片啊，我同事说，哎，你认不认识雪兔？我说，什么？他说他在玩推塔。是啊，什么？水系。3星去找啊，真的还是3星呢？不疑有他，真的别担心啊。我的摄影机麦克风没有声音，已经没电了，麦克风没电了，快投，现在只剩30分钟了。现在马上突破金身 points， 可以再度退休。我们来看最后结果啊，刚刚那一只是2星的，好可惜哦。开始 Pokemon Trainer 吧，神色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 Charmanitan Braviary Torchic。 好，那我们继续下一场。开始 Pokemon Trainer 吧，神色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 Charmanitan Kumi Kombi。 好，不错啊，好难哦。盖欧卡是要盖欧卡吧，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。不行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次我拿出去跟老板，这次我在这里买。 Well done。 战斗开始。没有啦，他那个这边黑卡白卡都比较好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了，还是在三星手的。他说这个是中文，我的天哪！拼3回合，通常这样讲都不会失误啊。瞄准红色的数字，太棒了！搞定大局，捕获机会。你辅攻有屁用哦！哇，白皮，少刷一次。看到20，还是我死，直接被烧掉了。毁灭的喷射白光，我已经感觉到海马赖人被喷死的概念了。住防御，炸海马！按下球体按钮，停止轮盘。啊，有点难。是高级球。走，哦，好厉害！
我不敢自信，我不敢自信，这是我不敢自信，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打死给，第一次运气来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金丹，你有三张路拉都不行，我第一次遇到没死，竟然被我拉下来，我没有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过。已经处理好老皮的东西了，走吧。刚刚一整个下午吧，差不多从三点开始，就帮老皮他们来去做测试，就测试明天老皮有办一个 R6 的比赛，而这个 R6 比赛呢，需要有很大量的人手。刚刚就去帮忙做测试，伺服器以及回合数，还有我们的场地选用。大概明日会一整天都用在这个赛事上面，原因无他，这个赛事一比就是比八个小时左右吧，跑不掉啊。黄天，是空，啊，凤凰跟空。你说那一台是啊、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还有久、哦，你拍多久了？30分钟啊？大概超过4点就来，大概有一个世纪这么久了。快！先跟各位讲哦，现在啊，好像我们金色鲤鱼王跟我们的雷吉奇卡斯价炒得很高，可是我推荐各位，千万不要就随意买那么多张，大概一张就够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因为金色鲤鱼王三只鸡不会触发任何一个东西，别想了。变神奇宝贝 ，Mudwild， Bone Sprout， Dino。啊，没扎，那没关系，把纸做完拿掉吧。按下球，轮盘机会，一直连续按球体按钮吧。是超级球，中！哇，他也三连不过。太好了，是三连不过。有排队就省钱呐、啊，好不好？没排队才要花一堆钱。传送结束，对，买牌比较实在。继续排。没有啊，想说好久不见的小宋嘛，拍一下嘛。你要打什么嘴炮？啊，我是想打，不是想洗，我是想打一道而已。我是想基地感觉。哎、欸，可以哦。这什么嘴啊？这边非常的难过，是一个空调带一个金卡，已经没有希望了。我现在只是想知道最后的点数为何啊。开始 Pokemon 吹打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，发现神奇宝贝 Relevant One Bird 二星，可是那个是三星没错啊，水泡是三星啊。那我们就来去，我去一刻馆看一下好了，看完我们也差不多了。滴滴，你只能孤军奋战了，你只能孤军奋战了，加油！好了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去一刻馆吧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就是他了。我很讨厌他，所以我就抽他吧。好，拜托。哎，有个，好，有两张闪的，有两张闪的。哎呦哎呦，老鼠不良蛙。H 啊，我觉得这个机会有啊，这种九里鱼王二啊以上有，看这是熊。哎。终于啊！帮你包起来。谢谢，好开心哦！果然每日一抽是正确的。他这一招是打说任何的，不管是在后台还是正在出战的神奇宝贝，都可以直接打到120的伤害，不计弱点。这个一 G 差的我就不大清楚了，回去再好好了解。但至少知道我抽到这个我就很爽，爽
爽！耶！这可以让我炫耀好几天了。明天再开一包。好，把这个先放进去。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事情也做的也没有说超多了，那先去运动，运动完之后我们再回家来去做最后的总结，好不好？那来去运动吧。各位，不觉得这个场景，我觉得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安心感，因为它很狭小，所以会有一种小时候你待在一个秘密基地的感觉，这就是属于我的专属区域。刚刚晚上呢，因为外面下着雨，所以我们没有去运动。我不会撒谎说，我刚刚去运动了，没有，对，刚刚没有运到动。一整个我都在看《全职高手》，我《全职高手》现在已经看到了1000多章了。在这段期间，我觉得我自己在颓废，我一直在看小说，你知道，我只要一入迷在一个东西，我就会一直看，一直看，我就很想看到一个结局为止。我刚刚在看留言的时候，我有看到我昨天所发的影片。就是我昨日遇到的那一位弟弟，他有在我的频道底下留言，有讲说他在那个时候只不过是出去外面讲个电话，过一阵子之后再回来打卡。那当然这方面他的说辞我接受，所以我在这边以一个公开的影片跟你讲说抱歉，这一点是我们之间没有过多的交流所造成的误会，我自己就先说抱歉了。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另类的教材，很多人也是因为一些事情先行离开，然后再过来，这种行为反而会让人家觉得是伪道，所以不如到那个区块就跟那边的人打好良好的关系，这样的话你所做的一些行为举止才不会让人家有这么多的揣测。这是我自己在这一次的事件所学到的事情了。打的卡片呢，很高兴开店的时候就直接块头快要接近20到了，然后我们终于打到我们所没有的白龙，耶、yeah! 莱西拉姆终于打到了，花了我们630块钱。那今日的打卡呢，我来做最后的总结了，和总结如下。我把之前没有做总结的卡牌也全部拿出来一并列给你们，我打到了多少张卡了，好不好？以上就是我在这一次，在这个礼拜吧，所刷的还蛮多张的卡片。这不仅仅是今日所刷的，也是在之前被毛哥打掉啊，被小宋打掉啊，他们那时候所打的卡片也有加上去。可是那一段时间所刷的卡片其实也没有说很多，大概也才一两道而已。你们可以看以往的 vlog 就可以知道我有几天没有做最后的总结了。这些就是在总结之下所对打到的卡片了，很开心。我们的图鉴又往前进了一步，尽管我们还差黑卡跟杰西拉姆，但是我相信这两张应该很快的就可以入到雪兔的手中了。能不能在去日本之前全图鉴呢？这我非常非常的期待。而明日我相信应该是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让我去打卡，如果真的工作室没有需要我的话，届时我会再去安排其他的活动啊。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那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 vlog， 有任何的问题以及有任何的疑问，下方留言我都会看。喜欢雪兔的话记得订阅雪兔，这样子才不会错过任何一部雪兔的影片，记得旁边铃铛按一下哦。那我们就明天的 vlog 再见啦，各位，拜拜。